那么人们在这样坐着的时候，如果说为了表示向对方的一种尊敬啊，就是把腰直起来，是吧，臀部离开这个脚，那么这样呢变成一个什么呢，叫做跪姿，就是一种跪了啊。跪和拜还不一样。那么当人用这个手碰地的时候，放到地上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变成一种拜姿啊，就由跪姿变成了拜姿啊。那么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再用头去触地，用头碰地啊，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叩首啊，叩首啊。我们讲说人呢，某人对于某个人是吧，他非常的敬佩，敬佩的五体投地啊。什么五体呀？两个脚两个手和头同时碰地啊，五体投地。就是这种跪姿现在我们在日本国还可以看到，然后日本国很多时候那么还是讲就是是那种跪坐在啊他的榻榻米上。那么当然是吧，后来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啊，桌子椅子是吧，高床是吧，沙发这些东西都出现了啊，成了人们生活当中的一种日常的生活用品啊，人们不再跪坐了啊，因为跪坐确确实实很辛苦啊，我们是适应不了的，是吧？那么现在都是两脚垂地啊，坐在啊这个椅子上，是吧？那么伴随着是吧这种桌椅的这种板凳这就出现，是吧？那么这种站立在地上的这种桌椅礼啊，成了人们日常交往当中的一种常见的一种礼节啊，经常的一种治理方式啊，彼此之间见到之后坐坐揖。那么到了这个时候，这个跪拜礼在心理上就具有了一种贬义致敬者的这种人格的啊这么一种色彩啊。这个时候是在跪拜，就是对于这个跪拜者心理上是一种贬义、贬低、压抑，是吧？那么这样呢，就在形式上加大了彼此之间的这种尊卑的差距，是吧？是卑贱者给高贵者去跪拜，是吧？他这种上下级的这种尊卑啊，这种等级观念就表现出来了啊。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跪拜礼成了封建社会当中尊卑贵贱等级制的一种重要的礼仪表现形式。那么这是我讲的说，中国这种跪拜礼它的最初的来源是来源于人们是吧，是跪坐在啊，跪在地上，那么然后用双臀啊，用自己这个臀部放在这个两个脚后跟上，是吧？然后是吧，从这种坐姿怎么样演变为啊这种跪姿，跪姿到拜姿，拜姿到叩首啊，就是中国这个跪拜礼仪啊，它实际上它是有一个这种历史发展这么一个过程的。这是我要讲的这个关于跪拜礼仪的问题的啊。那么这个第五个问题，下面我们讲第六个问题。那么第六个问题呢，想讲一下这个政治礼仪与外交礼仪啊，政治礼仪与外交礼仪。那么这个中国历史是源远流长，是吧？这个历史发展的这个非常的悠久。那么据说呢，早在周代啊，就有呢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啊，就是讲各种礼的这个东西啊，这种文字啊东西非常多，是吧？那中国是讲是礼仪之邦，是吧？这是讲各种礼仪的规定的很多啊，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那么后来啊，就形成了专门讲各种典礼的具体礼仪的这种五礼体系啊，形成一种五礼体系啊，哪五礼？哪五个礼啊？五个礼，五个方面的礼，五礼体系。一个叫做吉礼啊，吉礼，吉礼什么呢？说怎么样祭天、祭地啊，祭这个祖先啊。祭先代，祭以前这个圣王，是吧？吉礼，凶礼，啊，凶礼呢就是丧礼啊，丧葬啊，丧礼，啊，凶礼，军礼，啊，军礼就是什么？军队出征、凯旋，是吧？献俘啊，献这个俘虏，是吧？那么这是军礼，还有呢，宾礼。那么宾礼呢，主要是这个封建的官员之间呢，啊，朋友之间的相见啊，那么采取什么样的一些礼节，是吧？还有家礼，啊，就是那种美好，是吧？那个嘉奖的嘉，家礼，
啊，家里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皇帝的登基大典，是吧？人们这个祝寿，啊，讲什么礼？婚嫁，啊，结婚是吧？那么采取是什么样的礼节？啊，有这种五礼体系。那么到了这个两汉的时候，这种旧的五礼体系，那么慢慢的就瓦解了。那么到了这个唐代的时候，啊，唐玄宗，啊，制定了一个开元礼，啊，开元呢是这个唐玄宗的一个年号，啊，开元礼。那么这样呢，到了这个唐玄宗的时候，又重新架构了中国的新的五礼体系，新的五个礼，还是这样，啊，吉礼、凶礼、军礼，是吧？这种宾礼、家礼，还是这么五个礼。那么唐玄宗制定这个开元礼的时候，就是把外国的这种国王啊，就是藩王藩主来觐见唐朝皇帝的啊，这种礼节单独列为一节啊。那么就规定啊，这个外国的啊国王啊，藩国主来朝，外国的国王来觐见唐王朝的皇帝啊，他就什么样的礼啊，藩主奉见。这个国王去觐见的时候采取什么样礼？前面说外国的国王来了，唐王朝派哪些人怎么去到这个城郊去接他，是吧？那么藩主奉见，这个藩属国的这个国王去见唐王朝啊，这个唐代的皇帝啊，采取什么样的礼节啊？受藩时表壁的礼节，外国这个使臣向这个唐王朝是吧进贡啊，去这个奉送这个礼物贡品是什么样的礼节，是吧？皇帝宴藩国主，啊，皇帝宴请这个外国的这个君主什么样的礼，是吧？皇帝宴藩国使，皇帝是吧去举行宴会招待这个外国的使臣是什么样的礼，啊，那么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那么到了这个明清两代的时候，啊，那么明清两朝就把这个中国的啊对外的很多这个礼仪问题啊，像这个宗藩关系这个礼仪啊，就把它法典化了。那么就什么呢？就以会典的形式规定下来了，啊，就用会典，啊，用文字的形式加以了明确的规定。你们要想这个清代会典，啊，这个清会典。当中就有这么一个规定，啊，说贡物，啊，就是外国向中国进贡哪些物品，啊，有哪些种类，要进贡多少，啊，叫做朝贡贡物。还有呢，朝贡赐予，外国的使节来了，清朝皇帝赐予他什么样的啊一个礼品，啊，回赐给他什么物品，啊，还有朝贡朝仪，外国的使臣。是吧？外国的君主来了，怎么样去觐见清朝皇帝？啊，他的礼节是什么？啊，还有朝贡的敕封、贡期、贡道，外国的使臣，是吧？来了之后，从哪条路上，那么到北京来啊？啊，这是贡道、贡期，多少年一次朝贡一次啊？是吧？那都是有规定的，啊，就是在清会典当中。对于这个朝贡使节的啊，他的各个方面的一些礼节都做了明确的规定。那么到了这个中国近代啊，或者在中国近代之前，是吧？就是在明清相交之际，那么这个时候不仅仅是清政府同是吧周边那些藩属国家之间的一些联系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吧，纷纷的从西方来到了中国。你比方讲，最初像荷兰呐、西班牙呀、葡萄牙，是吧？那么他们的一些商人、使节，是吧？来中国，那么后来是英国、法国，是吧？美国、俄国的使节来中国，那么他们纷纷要求同中国建立起政治方面的联系、经济方面的联系，是吧？包括什么这个外贸，是吧？外交方面的联系。啊，要去建立起一种全面的联系，啊，建立起一种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那么这样呢，这种传统的宗藩关系，那么就受到了一种挑战，啊，那么清政府，那么就必须要同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吧？那么产生啊很多矛盾，
那么他们就会出现一些外交礼仪方面的这种争论啊，就会出现很多这种交涉啊，就是中外之间的这种礼仪之争、外交交涉已经不可避免了。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吧，他的这种各种的这种礼仪啊，他的各种礼仪的规矩规范啊，是这个国家的啊这种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价值观念是吧、生活特征长期积淀的一个产物啊。他的礼仪怎么来的？就是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以来是吧，他所形成的是吧，一些民族心理啊、文化传统啊、价值观念呢、啊、是吧，这些东西慢慢的积淀下来而形成的。那么外交礼仪同样也是这样。那么这个外交礼仪啊，它是作为一个国家实现对外政策的一个工具，是吧？它是国家政治的一个外化。那么因此这个外交礼仪它不但是吧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政治色彩，而且与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是紧密相联系的，紧密相联系的。那么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注重自己的君主、自己的使节在国外是受到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礼遇。那么在这个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吧，由于是吧能够以礼相待、双方和平共处的，那么这种事例很多是吧。由于这个礼仪不周导致的是外交交涉的这种事例也很多啊。由于失礼啊，那么导致两国发生战争啊，战争相向啊，兵戎相见啊，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那么关于由于这个礼仪是吧不周引起了啊外交上的交涉的，我们讲中国的是吧，一般讲是这个谁啊，这个赵王和秦王在渑池相会是吧，蔺相如同这个秦王是吧来斗智斗勇啊，这是因为这个礼仪这个是不周啊，那么导致了双方这一个交涉是吧。那么还有一个在大家家喻户晓的这个晏婴使楚是吧，齐国的这使者晏婴到楚国去是吧，那楚国对他进行羞辱，那么晏婴怎么样利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是吧，同这个楚王呢进行外交上的斗争。那么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啊非常典型的因为礼仪不周引起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啊。那么最突出的一个啊，就是在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那么鲁国的使者还有这个鲁国、晋国、魏国、曹国四个国家的使者同时出使到齐国。那么这四个国家，鲁国、晋国、魏国、曹国四个国家的使者啊，都有一些生理缺陷啊。这个据这个《谷梁传》记载啊，鲁国的使者啊是秃头啊，头有点秃。那么晋国的使者呢是有一个眼睛失明了啊，就是前者啊，这鲁国的使者是秃啊，晋国使者呢叫做邈啊，有一只眼失明了。魏国的使者啊是有些跛啊，就是腿啊腿脚不好，有些瘸啊。曹国的使者有些驼背啊，叫做吕啊，驼背。那么这四个国家的使者到了齐国之后是吧，那么齐国很多人对他们这种生理缺陷进行嘲笑啊，而且不避讳啊。那么这个事情使得这四个国家的使节就非常不满意啊。到了第二年，这个四个国家啊，鲁、晋、魏、曹四个国家联合起来啊，攻打齐国啊。那么最后齐国在安这个地方遭到了失败啊。那么齐国就向这四个国家求和，那么这四个国家就提出来是吧，要以齐国的太后作为人质才能结束战争啊。那说齐国是吧，由于这个礼仪不周导致了是吧同其他国家发生了战争啊，以侮辱其他国家使者为耻，那么最后以自己的失败是吧自取其辱啊而告终。这是因为这个礼仪不周导致了啊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战争啊。那么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啊
应该说也是很多的。那么我们看看世界历史上这种事例也是很多的，啊，因为时间关系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没有办法啊再去讲很多其他的事例。那么中外礼仪之争，啊，它涉及到很多方面啊，涉及到很多方面。你比方讲，外国的使臣是不是携带有本国国王的这种表文？啊，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叫做国书，当时的清政府把它称作表文，啊，所谓表文呢，是一种藩属国、藩属国和宗主国之间的啊这么一种文书关系，啊，反映了他这个清王朝的他的一种这种宗藩观念，啊，就是外国使臣来中国带不带没带这个国家国王的啊这个表文，啊，表文的具体格式到底是什么？啊，表文要用哪国的国家的文字来书写？它的具体内容怎么表述，是吧？外国的使臣啊，见清朝皇帝的时候，怎么样去称呼他们国家的这个君主？怎么样称呼清朝的皇帝？啊，也包括这个外国的表文当中，怎么样称呼他们本国的这个君主，是吧？怎么样称呼中国的皇帝？那么外国的这些表文啊，这些国书，是不是需要首先把它的副本交给清政府的官员来查看，看看里边有没有，是吧？那些不尊敬的话，有没有这种权利？清朝的这些清政府，啊，有没有权利先看看外国这个给中国这个表文啊，它的副本？那么外国君主给清朝皇帝的这个正的表文啊，正本，啊，是直接由外国的使臣呈递给清朝皇帝，清朝皇帝亲自接收，还是说这个表文？是先给清政府的一个亲信大臣，由这个亲信大臣再转交给清朝皇帝。那么这个外国使臣是吧？怎么样以什么样的礼节去呈交他的君主给清朝皇帝的这个贡品啊？这个礼品啊，在什么地方给啊？以什么样的礼节啊去呈交？那么清朝皇帝回赠给外国使臣或者外国君主的这些回赠的礼物，那外国使臣外国这个君主是以什么样的礼节来接受啊？你比如讲是站着接受还是跪着接受啊？是一跪三叩首还是三跪九叩首，是吧？在这些地方啊，那么都发生过啊这种交涉和争论。那么但是在中外之间争论最多交涉最多的啊，最核心的问题啊，不是前面我们所讲这些问题，前面所讲那些问题啊，就是看清代都发生过这种争论啊，但是交涉最多的啊，讨论最激烈的啊，最核心的问题是外国使臣是不是需要觐见清朝皇帝啊？如果觐见清朝皇帝，是不是一定要向清朝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争论是这个问题。那么清政府方面认为啊，外国的使臣如果觐见清朝皇帝的时候能够行三跪九叩大礼啊，就表明什么呢？就表明外国人啊已经承认了清朝皇帝的这种天下共主的这种地位啊，或者说至少在形式上或者在理论上，是吧？承认了啊，清朝皇帝啊是天下共主，啊，表现出了清朝皇帝这种至高无上的这种权威，啊。那么外国方面对这问题的理解，啊，那么就不一样了。外国方面他们认为，啊，说如果外国的使臣向中国的皇帝、向清朝皇帝三跪九叩，啊，那么就会大大的影响本国的。这种尊严会影响本国君主的这种尊严，啊，说向清政府、清朝皇帝实行三跪九叩，就等于承认自己的国家是中国的一个藩属国，处于一种附属的地位，啊，那么这是西方国家所不能够认同的。那么西方国家认为什么呢？西方国家同清政府、同中国的关系，不是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是他们宣传的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实际上也没有把中国当成一个平等国家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认为如果他们的使臣向清政府三跪九叩，向清朝皇帝三跪九叩啊，
就认为自己呢失去了国家尊严。那么因此是吧，从西方国家他的使节外交使节来中国以后，对吧，中外之间一直在外国的公使是不是要觐见清朝皇帝，觐见清朝皇帝到底需要不需要三跪九叩，一直在激烈的争论。那么这个问题一直争论到二百来年，就是外国使臣觐见清朝皇帝的礼节问题几乎成了中外交往当中永远解不开的一个死结，一个死疙瘩，解决不了。那么中外这个外交礼仪当中的这种个死结一直到了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之后，那么这个问题才解决。到了这个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之后，是吧，那么清政府才同意外国的公使驻华公使以五鞠躬或者作揖礼来觐见清朝这个同治皇帝。那么这样就是在中国延续了200多年的是吧外国使臣觐见清朝皇帝的礼仪之争，到了同治皇帝的时候才得到了一个初步解决。尽管这种礼仪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但是中外之间的这种礼仪之争还有很多方面还远远没有结束。那么关于这个清政府这个天朝大国的思想啊和这跪拜礼仪的问题呢，我们就讲到这儿啊。那么我们下次呢再接着讲这个同治朝啊觐见礼仪问题的解决啊，以及我们的一些现实。